让我们一起以良心祈愿，凝聚众善，让爱与和平广布全球，以虔心祈祷汇聚真爱，祝福大地祥和，万物繁荣，世界永续，天下太平。欢迎各界好友共同参与2022年10月16日太极门举办良心领航，点亮希望，爱与和平全球祈福大会。我是 David， 我是个工程师。虽然负面的讯息充斥世界，那这也是正是考验世人对真善美追求的最好时候。在此祈愿世界和平，天灾远离，世人安居乐业。我是范梅春，我的职业是会计，目前住在新北市。现今市局动荡不安，危机四伏，我们面临疫情肆虐、气候变迁、通货膨胀、战争不停的处境，生活在恐惧与不安当中。我会真心忏悔改过，学好戒坏，用善心善念说好话、做好事，并为世人祈福，祈愿我们有足够的免疫力与病毒共存，让身体健康。祈愿政府致力于降低通膨的改善，让人民生活安定。祈愿世人受到良心的启发，智慧增长，用智慧化解干戈，让战争止息，用爱平复恐惧痛苦，以勇气重建家园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子浩，现在是小学6年级。现在地球上有很多战争，疫情很严重，很多地震等等。像上次的大地震，我觉得很可怕，但别的县市好像有更大的地震，像是房屋倒塌、桥梁断裂等。还有现在在电视上或报纸上看到的新闻，有很多大人和小孩因为战争而死亡。所以我觉得我身在台湾，每天无忧无虑的去上学，有大人的疼爱，已经非常幸福了。我也想为这一个地球尽一份心力，像是随手关灯，做好垃圾分类等。我是陈春霞，来自台湾，目前是家庭主妇。地球的不平衡、人心的败坏，造成全球气候暖化、风灾、水灾、火灾、地震肆虐。希望我为世界送出我的祝祷，我祈愿全人类都能散发正能量，稳定大环境。我祈愿万物能够在地球上永续生存。
生命。